花木兰，你等速速组织营救。我虽是女子，却是战士。 公主，被柔然攥在手上，为救公主，趁月马阁果实，就只有一条路可走。那便只可能是被柔然人劫持到了云中城。但是无妨，当初我设计剑造时，留有暗道。制造混乱，引起敌人注意，为我们争取时间。我会从阁楼背面潜入，营救公主。可有变数？王木兰。 我知道你不会乖乖的就范，我们就是杀出去战死，也不会落下一个兄弟。只留下我一个人，如何承受啊？今天谁也别想走出这个门。 我必须要把你活着带回去。